再一次咧，感謝今日嚟到做聲唔做聲畢業禮嘅咁多位嘅歡迎你哋啊！除咗表演以外咧，今日咧仲有一小部分咧，係我哋節目內容係綜藝節目拍攝嘅部分咧，我哋會現場演繹俾大家睇嘅。啊！喺做聲唔做聲嘅拍攝初期咧，其實節目組做咗一個統計，就評估一下咧七個仔仔初做藝人嘅時候各方面嘅表現。而家不如我哋一齐睇下佢哋嘅表现系点嘅。第一届咧呢个做声唔做声工作态度选举咧，结果喺我手啦 ！Oh my god！ 准时知鬼嘅名衔先啦。准时系艺人嘅基本责任，必须严格遵守。早晨，今日好早喎。OK 啊。为了准确记录七位主持的到步时间，摄制队连日来精心守住录影厂的门口。究竟准时之鬼是哪个？迟到王的臭朵又是哪个呢？好，准时之鬼，猫仔获得这个准时之鬼的殊荣嘅。冇得讲，冇得。咪住。节目组咧系有个官方的统计结果嘅。早晨。累積的早到時間是39分鐘。哇！殊榮啊，殊榮！我都很努力維持呢個習慣啊，咁所以都好開心可以對呢個稱號。遲到王咧，有人領頭啊！黃鳳。鳳哥。咩話？48分鐘去住澳門都得啦。理由咧？遲咗起身今日。好啦，遲到王可以加冕啦。耶！我嚟緊唔會遲噶。嚟啦，貪靚鬼。哇！依個真係唔使講，唔使講，冇乜懸念啦。出嚟啦 ，Adams。而節目組咧都安排咗少片段。為什麼你要三支唇膏咁多嘅？因為有 layering 噶嘛，啲嘴都。咁不如介紹下你個卧蚕啊！閃靈靈嘅 ，highlight 嗰度兩色，粉紅色嗰度有三隻色，跟住閃粉嗰度就一隻色，其實臨尾再加多咗隻色，七隻。好，貪靚貴呢個殊榮係屬於 Adams 嘅。Yeah, 我都實至名歸，實至名歸啊！有自知之明咯。咁至於暖男方面咧，阿色啊。今次節目組都安排小片段俾大家睇下，喺同幕後聚餐嘅時候 ，Stick 嘅暖男行為已經浮現曬啦！哇，你依啲起得甩得出嚟噶？又幫手準備，又幫手錄嘢食，咁嘅偶像去邊度揾啊？實至名歸嘅呢個暖男冇錯，耶！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暖男，我攰嘅時候佢哋會遞水俾我，幫我買嘢食啊，幫我整所有嘢，其實大家都係暖男。压轴登场的舞手尾至尊大奖又会花落谁家呢？公布之前，我哋去一去大家的手尾片段。哇！啲杯啊，啲纸巾啊，哦，你哋啊，系你哋啊吓，啲衫啊。我想问咧，你哋边个条裤咧留低咗块嘢啊？我留咗个肚兜。节目组官方的结果，全部都是舞手尾。全部都貼心口，亦都安排咗個垃圾凳俾大家坐啊！積翻嚟啲水樽，全部喺度啦！唉，全部都冇手尾啊！全部垃圾！我哋俾掌聲邀請我哋嘅準時王、遲到王、貪靚鬼、暖男，同埋全部都係嘅冇手尾，哇！嗱，幾位畢業快樂啊！但係幾位嗰啲手尾有冇改善先？有嘅，長官。有啊。嗱，陣間我就去後面巡一巡，一見到全部入你數。可能喂，都有。OK， 我哋再俾啲掌聲準時王好冇？真係 respect。點樣練成咧？到底係可唔可以分享下心得？首先我能夠得到呢個獎啦，要嚟啦，嚟啦，佢嚟啊！要多謝 AM team 咯，然後咧，梗係要多謝我嘅貓娘們。
識講嘢到，為咗佢哋而奮鬥啊嘛。係 ，OK。其實遲到王咧係一次嘅啫，從來都冇遲到過，係一次好大鑊，咁就冠上咗遲到王呢個罪名。我改過自身啦，改過自身啦，我而家做一個好人。貪靚鬼就有咩扮靚嘅秘方？首先，我覺得個重點就一定要自己都靚啦，咁啊自帶少少光，係啦，咁啲光一射埋嚟嘅時候，咁你咪 bling， 咁你調翻轉做你嗰個動作先啦。哇！有 ，OK。咁而呢個暖男嘅稱號咧，你都當之無愧啦 ，Stick。眾望所歸啊！即其實係咪都係同性格有關咧？中意所有其他嗰啲嘢都係我做多啲啦咁樣。好彩我哋嘅中心嘅同事啦，之後仲有一啲 fans 啦咁樣，就教識過我點樣去照顧人咁樣咯。我係覺得咧，林坤攞呢個暖男嘅獎咧係實至名歸嘅，佢情係一個咧情願自己唔食都要俾人食嘅人嚟嘅。经过几个月的密集式拍摄，七个仔已经快速成长，至于他们的成绩如何就由他们的粉丝决定。在入场之前，现场观众已经一人一票投出他们心目中的综艺之王，到底哪位仔仔能够获得这个至高殊荣呢？下集揭晓了。喂，好紧张啊，准备了都有些时间，因为我知道我平时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跳舞嘛，咁就今次就選擇咗齋唱同埋絲襪呢個路線啦，即係特登去打咗開聲針啦，食類固醇去養聲，係想挑戰自己嘅。我想喺個畢業裏面俾個唔同嘅印象人哋。夜色勾引我，燈泡見似林立，城市再有話，一邊對我很嚴格。拿着镜，我面对苍白，为未来再数白头发，我要被爱因此猎杀。我真係一生人裏面第一次喺一個人喺個台度上面唱歌咯，我會覺得即係一開始會唔會好尷尬，但其實唔會，反而你同啲 fans connect 下，即係唔係你嘅 fans 都佢都會一齊去嗌啊，一齊去俾氣氛。其實呢個氛圍係我最中意嘅，所以點解我想做 artist 都係因為呢個氛圍。神轉交的天性，人類都雕像我看湖上水影。如僵尸般不会醒，人间中失去感性，流光眼泪去体脱神情，无限夜半观星。如僵尸般的处境，人间昼夜明灭不会太分明，给血刺生存要领。在 Stick 身上，他在一个高音处理完之后，群众就一起哇这样嗌，然后他的样子立刻松晒，笑笑口，然后就唱得更轻松，有少少感动。我见到他们，其实令到我想起自己出道的时候那团火，我想跟他们讲嗌他们加油哦！想一生看下去，还会等一天八十岁，看你发短灰色的点缀，未来只有乐趣，天真醉我所追，只怕始终未等到，我仍然想讲我第一句，我的双眼里寻找到美丽之趣。说过爱你要接受意外，总要挑战障碍比赛，最怕看见你抱着决心离开。说过要与你赤道看海，若说永远爱你未变改，等着你无光只看着你，微笑中斑点会皱起？
得我始终望穿你，仍然想讲最后一句，我的双眼里寻找到美丽千载。我今天这个头呢叫做瑶柱头，或者你比较瑶柱，不是瑶柱。Taco 事先佢話：哎呀，我好似唔係好知喺個台度點樣行啊，或者有啲咩花神搞下，跟住佢就叫我幫佢睇下。呢度咧就可以快啲落嚟。O K。係就快啲落嚟咧，走。但我覺得其實都簡單，就是美嘅，因為佢本身都是一位有實力的 rapper 啦，所以我都係俾咗少少 tips 佢。嚟緊嘅作品是我自己好想唱的一首歌，本身之前就寫好了，但一直擺咗喺度，咁我特登攞翻出嚟，再重新錄過，將所有嘢都重新揼過的時候，我是去到今朝七點半先 send 到個檔案出嚟，因為真的一直喺度搞緊。兩句真話即刻截停，因為事實太赤裸，大家都話代表未來，但係唔同一個痛。用咗兩年時間令以前啲同學都冇嘢講，唔想似對 MK 將啲名牌著到似係國王嘅新衣，永遠記得落架床爬樓梯，落床嘅新姿。想分翻去中學老師話快落堂留心啲，對賺到夠冇概念，但每晚渴望有日天可以拍心口講慢慢啲。如果 hip hop 係架車，我係去 gasoline 啲靚仔聽到搖頭，似打咗十幾支身上先。數落唔係圈子遊戲，最大利益擺身上先。各大網民都係惡評家，冇人會學識欣賞先。個年頭出名要靠黐線突出存在，唱歌走音會住走心就會賺到錢。原來鋪 IG 講錯嘢，偉人切新聞好快傳開，賺唔到錢過咗氣，夠扮滿打翻場拳賽。滿意，但係我覺得可以有好多更好嘅位置，即係可能用多啲時間去排好啲走位啊，用多啲時間去。想清楚每一个 movement 要做啲咩，我觉得咁样会再好啲。所以习惯小心，见到 cat 冇戴口罩就要保持好距离。冇信过，好心，大多数系老喷。每日耳语我揸就当系。我讲咗两句真话即刻截停，因为唔接受事实太赤裸。大家都话代表未来，但系唔同一个痛。用咗两年时间令以前啲同学都冇嘢讲，唔想似对 MK 将啲名牌着到似系国王嘅新衣。永远记得碌架床爬楼梯，落床嘅新姿。今次咧有人入場睇我哋表演咧，同我哋平時開廠嘅感覺咧，我覺得係好唔同。因為呢一次表演，你會有嗰個能量嘅回饋。即係我以前係成日勁內向，想同 fans 保持距離咯。拍完呢個節目之後，我啲包袱就好似抌曬咁，就好輕鬆啦。一入房傾，坐喺旋轉椅落地玻璃，一攬仲生少。所以習慣小心，見到 cat 冇戴口罩就要保持好距離。冇信過，好心，但多數係老襟。每日耳語，我揸就當係心，小趣味。呢個嚟自 Special Plan Call the Boy 國王的新衣 ，Yes sir。佢今次呢一首歌啦，好似係新歌嚟嘅，我覺得我幾中意，同埋佢嘅現場表演又進步咗咯。已經唔講咬字，講嗰啲基本功啦，而係佢嗰種創意啦，行出嚟嗰種態度啦，我真係越嚟越欣賞 Taco 未來之星。我覺得佢係唱到嗰個 feel， 令我都想一齊。dance 一齊 yo， 同埋佢個頭好型咯，見到。我今日呢個頭咧叫做搖柱頭，或者搖柱頭。叫大家入嚟，點知睇 show 咁簡單啊？梗係做埋粉絲福利啦！每個仔仔抽出一位 fans 上台玩遊戲，如果 fans 贏咗就可以一齊自拍，至於輸咗咯喎，誒七子又點會忍心俾 fans 輸咧？包剪揼，咩啊？我哋咁買噶，你唔好聽日先出。出嚟包剪揼。OK， 輸咗，輸咗。好啦，我哋自拍啦。嗱，唔嘴都要親密啲啊！哇哇哇哇！今次有 fans 入場咧，我覺得係完全唔一樣嘅，因為始終大家俾我哋嘅 energy 啦，我哋感覺得到我哋投放出去嘅嗰個 energy 都唔一樣咯。學黃蜂可唔可以有第二啲特別嘅福利嘅咧？係咯，各位。好嚟，我哋七點半時段可以咁噶，佢淨係識出包嘅咋，包剪揼，係喎，真係淨係識出包，成功，真係淨係識出包喎。平時開廠就
即係圍圍圍啊！咁但係尤其是啱啱玩遊戲嗰套啦，咁就可以有好多機會去同甚至平時唔係睇開我嘅 fans 去玩啊！咁樣我覺得幾 funny 嘅。爆剪得！哇！我願意輸俾你。得，佢想輸俾你，咪但係我想同你影相，影響咗佢啊！我想同你影相得唔得㗎？喂，卡神嚟嘅個封面。呢張嘅有啊，卡神嚟㗎喎，有你㗎。你做事啊！有你噶，有五張卡神，一張你。嗱，真係佢嚟噶，媽媽嚟喎。誒，點嘅字啊？十張得一張係 Taco 嘅喎。好啊，有。依家你唔可以咁噶。多謝你哋今日嚟。可以同啲 fans 咁近距離接觸啦，咁個感覺都幾新穎嘅，我覺得。你出咩啊？我出唔知啊。你出唔知？係啊。就係睇下你點估，你估下。我做人偶像啊嘛，你應該估到。你出剪啦，好冇？我出剪。你要明白。你唔好呃我啊！爆剪揼。喂，你咩事啊？呢個真係真嘅。係你一直都係佢嘅。佢要證明。哇！炸啊呢個。傻。喂，卡神嚟嘅個封面。三號。三號嘅朋友。唔使，我直接輸俾你啊！你。哇！包嘢，包嘢，包剪包。哇！勁啊！咁都贏到啊！天意啊！你喺近啲啊，梗係。好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咁其實今次有粉絲入嚟呢個廠度睇住我哋拍呢個節目啦，咁其實對我嚟講其實係幾大壓力嘅，所以其實係好多嘢諗咯，同埋好緊張。我哋最後一個啦，我哋可唔可以匿埋眼猜出包剪揼？之後三二一先開。OK， 包剪揼。哇！開啊！哇！哇！喂，其實樂婷嘅綜藝力都好強啊！哇 ，sweet 到啊！好開心可以同咗佢猜包剪揼，雖然睇唔到佢出咗啲咩。如果有心想繼續發展，無論係演戲、唱歌，要再擺多啲時間落去咯。要記住，唔係等機會嚟到嗰一下先去揾人學唱歌，而係你得閒嘅日子就已經好好 prepare 自己，等嗰個機會嚟。離別這刻都不算早，仍為這刻感恩碰到。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，临别要通宵细数，如同共你山顶看到灯火的光芒太耀眼，如祝你安好。任作品与何必，任角色与何意，共你到经历长大，长大之后更珍惜。再见，从未隔绝我俩过往日信念，答应我默写承诺会再见好吗？发誓过能仍够赴约，不说大话，无论再隔几远也到访吧，都算情聚对吗？约定某一天。一个岛，凝望万空的星宿岛，重现美好的一切，若你相信就看到。无论你身于哪里，离愁别绪好比证据，都写进荒唐岁月里，回忆又一对。分别之后互相走蜕变，迎面每段再见亦当场思念，到那里再遇仍是会再见好吗？告别过下次的遇见就要归家，如任性小孩可否癫过，到处放肆去攀爬，同行吧世界，最远的边界，一起上路不要多
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，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